今日要来去看一个个案，叫做林妈妈。我自从我还没有受证以前，就开始在看个案，那33年。但是看过的个案哦，没有办法计算，这样加起来看，应该1000个少不了。你最近有腹水，你也正经动不掉，爱去。以前的个案的那些案主嘛，比较单纯，而现在的个案比较不好评估，就是社会资源太多了。他现在可以用手机去用那个 Google 去找社会资源，但是他们不老实，我们去看，问他他有什么社会资源，他也不会很坦白的告诉你。慈善团体太多，他们帮我们也帮，帮了这些个案就他起了贪念就不好。好，保重啊。其中手心向下的翻转的一个个案，很早以前就开始陪到现在20-30年了。喂，嘿，到楼下了。好 ，OK。手心翻转就是他孩子开始上班，就一个月就缴500块。以前我听很多老人家说，我无求啥啦，我求好事的话，其实好事都不用求都有的啊，一定要去寻。要去做，真的要去手术的话，去住院的话，我们孩子我们来帮你。我不能够灰心，我要跟随上人做应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众生，甘苦人，解决他们的困难，才是我们真的要做的。